幸福的笑脸，他的奇幻将会在我们幻想的两周熠熠生辉。你相信吗？你相信吗？你们相信吗？好，那我们的奇幻之旅正式开启。Thank you.
身旁，历史的拉丁重新找到了真我，让红米茉莉公主和拉丁奇载歌载舞，共同拥抱一个崭新的世界。苹果吧。